有。看到了。我干！只要一只，手雷丢过去，他爆的那一瞬间就是掩盖你脚步声的声音。OK， 他死在那边。但我后面有玩家了，比较尴尬，看到。能不能好好让我打一场啊？啊，我知道，我趴着让他走过去，让他走过去跟他互干，埋人去前面，先做个手术啊。加油加油，往前推就对了。拿起来就对了。我聪不聪明啊？不好意思。19本能拔，他们要打一次，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带那个啊，带弹夹这样，带弹夹的，他们都带枪进来压弹的。DP's done。欸，他帮队友藏完装了，欸，他把东西藏在哪里？好险！Holy shit！ 妈的，又来重装，玩不完啊！那我没有枪了。我没枪了，然后弹尽粮绝，哇，头痛！我打到弹尽粮绝怎么打啊？尴尬。又来两只重装 ，PP 九，看一下怎么打、啊。这边有什么好帮的？哎，没有，对。Blood， 再来一只。不要一直重装。万里回说的，你们就不能让我好好的捡装备吗？好，知道了。
没有，这样，我好险，我有退弹，不然我就死得很冤了。跟你讲，这弹夹竟然没满。哦，好险哦！打到弹尽粮绝。妈的，我还让你捡啊！27等 SVD， 哦，直接重装欸，赚三套重装，爽！你不就很爱蹲？我就让你蹲个够。看老子不把你东西全部拔走。把波波杀小枪换大炮有按过，放起来不要，好贵呀、啊。嗯，看一下我什么可以拿的吧。一滴。哇，7N1耶，这么凶的吗？在七等，为什么他们不拔狗牌啊？我搞不懂为什么他们不拔狗牌。哎 ，bug， 嗯，23等，看一下哦，怎么可以？耳机要拿，这假一定要拿，假不拿，对不起自己。好像没有空间可以放哦。还要大什么宝宝？这副宝宝没有。哦，我这次捡到一半就有人来闹事了，你知道吗？这种情况。三个。哎，小枪有小枪了，站。弹夹一定要拿，弹夹不拿，大家没有弹夹可以用。都没有人跑兵，撤离！